我操，输出60.9%，60.9%是输出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我操！兄弟们，盾山该怎么出装呢？很简单，你们玩盾山都是玩辅助，我从来不那玩，从来不那玩，那玩太没劲，太没劲了。盾山根本就不是一个辅助英雄，你们懂吗？你们根本就不懂，盾山它实际上是一个刺客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刺客，甚至有些时候，你只要出装出对了，他比刺客的伤害还要高。你不信，你跟着我来，你看。首先鞋子先整一个疾步哲学。疾步哲学，对，跑得快。这个版本还加强了，特别牛逼，特别厉害。然后第二件装备，就是这个新出的装备，筑梦逐风，特别屌，特别屌。筑梦逐风搞上之后，然后再来一个宗师之力，现在是 20% 的暴击率，加上 15%， 再加一个无尽战刃，他们三个刚刚好，现在是 55% 的暴击几率，无尽战刃的被动还没有打满，不过铭文可以补上啊，铭文可以补上。然后我们现在缺什么？还缺攻速啊，所以影刃给它搞上。影刃搞上之后缺什么？缺攻击力，破军给它搞上，对不对？破军给它搞上之后，你看，我跟你说这一套下来那牛逼坏了。然后就是这个铭文毫无疑问出装都这么牛逼，那你铭文必须得10个货源。蛇货源这个蓝的我看一下，夺退，对，缺吸血，然后这个鹰眼，10个鹰眼，完美 perfect beautiful very good， 这条腿的男人很好打，直接他顶我没有关系，追上他还会回来再翻他，漂亮，然后你往哪跑我的小弟弟，好啊，他8条腿男人就是比我跑得快，哎呀，这边法师飞过来，漂亮，一锤两锤，你受得了吗？暴击还闪现斩杀，往哪跑小弟弟啊，老牛你也来了，飞过来，顶飞，啪嗒等飞，对，漂亮，然后对我是顾的这边啊，过来顶我，对啊，漂亮 ，OK 啊，往哪跑？他跑得比较快，我们追不上他，没有关系。过来顶我，老铁，对，过来顶我，漂亮，快来呀，互相伤害呀。别看我的血量少，我照不虚他。过来顶我，8条腿男人，来顶我，飞过来，漂亮，往哪跑？挨了一下塔，他跑不掉了，还想砍我一锤，他还想砍我呀，过来顶我，漂亮，歪歪够的，来呀，过来顶我，我看他把他吓了，哇，过来顶我，来，过来顶我，对，就这样。跟着我来，你往哪顶？猴子来了，哇，猴子来了，躲一波，吃个血包，然后我们再回去吃个血包。对，被猴子，关羽挨了一刀，有伤害吗？没有伤害，兄弟们，他砍我们一刀，他砍了多少血？过来顶我，对。就这样，往哪跑？他要往我这儿爬里面，他死了。哎呀，飞了一个斩杀，完了，斩完了，斩走了，不是斩完了。过来，小宝贝儿，黄忠你一拳，我的一拳，暴击。这伤害牛掰不牛掰？过来呀，还有吗？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猴子，哇哇
哇操，飞过去一传两传啊，吓死我了，我操，吓死我了。嗯，千里可地下，老欧来了，老欧来了，不要慌，老欧来了，不要慌，往后退一退啊，退一退，对呀，要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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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飞过来，要一拳也斩杀，牛逼，飞，漂亮，一拳啊，这个人都穷，老屌了，耶，老欧又来了，老欧又来了，老欧又来了，哎呀，吓死我了。呀呀呀呀！三拳，三拳！三拳搞定啊，兄弟们，过来背过来，一拳一拳，嗯呀，夯不动那个谁那个八条腿男人有点夯不住啊！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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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了！我靠！哎呀，队员把他们推了，看一下赛程，看一下赛战绩，我操，输出！60.9%，60.9%输出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啊！